红狼，红狼，求你见见我吧，红狼。主君，你是当官的人，就算上公堂，也得让人辩白几句吧。 听闻你是病着的，我瞧着精神倒是好，夜半三更的有力气在这里鸡猫子滚叫。主母息怒，请主母替我求个情，让我进去同主君问几句。若是不能开口说话，我便一头撞死在这里。你不用这里寻死觅活的，我不吃你这套。若要死。 就从船上跳下去爽快。主君，我侍奉主君这些年，养了一对儿女。若如今你让我死，我便立刻跳下去。可就算死了，也得让我做个清白鬼吧？你们这群人有活人气没有？还不把他拖下去？大娘怎么会这般不容我说话？难道是怕我说出什么不成？你满嘴喷什么沫子？ 休在这里胡诌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还不拖下去！主君，主君，我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不能平白无故被人冤枉死了。 我就是死了，也要做个清白鬼。我本想给你留点体面，你非要说，那就说清楚。难道魏小娘是自己作死不成？魏家妹妹房里的人手脚不干净，楚君做主给打发了，我裁了自己的女使。 送去给他服侍，补品吃食，衣衫器皿。